香港殖民地的历史可以由这里开始。瀑布位于香港岛西南面，面对南丫岛，瀑布临海，飞流几十尺，气势磅礴。在19世纪，来自欧洲的船只在前往中国经商和传教的途中发现这个瀑布，可以为远程航行补给清洁的水。当时还是清朝，中国最后一个帝王朝代。由1757年之后，其实广州就成为这个全中国唯一对西方的国家开放贸易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所有西方的船只来到中国做贸易都要去广州的。咁我哋喺去廣州嘅途中咧，就會經過珠江口。咁佢哋咧就發現有一個地方咧，就有條好好嘅瀑布。咁嗰度咧有充足嘅水源，並且嗰個地方咧就啱啱向西南嘅方向咧阻擋咗嘅。咁嗰個其實就係南丫島嚟嘅。咁佢哋發現呢個地方好好，因為呢個地方咧就係唔受西南風嘅吹襲啦。因為佢哋當時嘅船隻喺南邊上嚟咧，係要靠西南風嘅。咁但係到慢慢咧，他們就發現了香港島的北端那裡，這個向著九龍之間那個海港呢，個水重深，四面是山環繞，是一個更加好的停泊船隻的地方。本地人也都把握機會跟這些千里而來紅蘇綠眼的外國人打交道。英国人看中的不单止是这一口香甜的清水，他们好想好像葡萄牙人拥有澳门的居住权感，可以名正言顺将这个风平浪静、四季皆宜的深水港据为己有，方便他们对华贸易和居住。这些欧洲东来的商船利用香港岛和南丫岛之间的东博寮海峡开往广州通商，商船上面运载的是令到中国陷入水深火热的鸦片。英国人经过香港是运大量的鸦片去中国，所以香港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鸦片运输的一个中心。所以呢就是它一方面是因为鸦片战争而割让，二方面呢也都是成为英国是这个向华倾销鸦片的一个很重要的转运的中心。中英两国的贸易摩擦终于导致第一次鸦片战争，双方多次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中国积弱贪腐节节败退，英国就船坚炮利咄咄逼人。1841年，中国被英国打败，一份川贝草药可以看出英国人已经将香港岛视为囊中物。雙方冇簽過紙，所以佢唔係一個合法嘅條款嚟嘅。咁但係咧，就英方咧就係單方面咧係1月25號咧就係攞咗香港，並且咧就係1月26號咧就係升起咗呢個旗幟，正式標誌住咧英軍咧係佔領咗呢個香港島。雖然中英雙方都冇承認過呢份川貝草藥，但係英國遠東艦隊已經急不及待駛嚟香港。仲喺1841年1月25日登陆，喺而家嘅上环水坑口街一带驻扎。并喺第二日，即系1月26日，举行升旗仪式，并向海面鸣炮。英国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香港，本地华人对这个新统治者亦都没有作出任何对抗。英国人发出告示，俾他们知道中国已经将香港岛割让了俾英国，他们要归顺大英国主。今后华人仍然依照中国法律治理，
只有外国居民才可以享有英国法律的保护，开始一段英华分治的历史。英国人强占香港的第二年，英国政府和清廷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其中第三条规定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英国人确认了主权之后，就尽情在香港岛大兴土木。除了这个由香港历史博物馆保留着的喷泉之外，当年这个连绵三里的维多利亚城现在已经荡然无存。英国人在香港岛的开发，为沿海的华人提供大量的谋生机会，很多穷人和劳工都在这段时间涌来香港。欧洲式的建筑令这个中国南方的小岛别树一格，洋人亦都以统治者的身份享有较华人优越的地位。围城本身亦都奠定了香港日后中环、上环、湾仔和西环的发展，是香港第一个大型市区发展计划。They considered their own controlled point, the city of Victoria, which is approximately a 3 mile long thin city. They have to be next to their major asset, which is Victoria Harbour. That's the reason for being there. 维多利亚城临海而建，方便海路运输。政府山选址山上，居高临下，有利监察山下城市、海港，甚至乎对面海清兵在九龙的活动情况。香港政府在他做规划的时候，他就将这个花园道以西的地方，就是在兵房西边的地方，就利用一个山岗就成立了一个叫政府山，就是一边是花园道，另外一方面就是一条叫纪念拿利的地方，于是上面就兴建了一些是跟政府或者跟这个殖民地有关的一些建筑物，譬如说就是包括了政府的办公的地方，即是现在的政府合署的位置所在，上面山高一点就是后来的总督府，对落的山边就有这个圣约翰座堂，它是圣公会的，那这个是英国国教。我们现在说的终审庭的地方，其实原先是庄士敦起的一间屋，也都是香港的第一间的总督府。打完鸦片战争之后，有些军队就回来香港，所以香港周到都是驻军。香港开埠最早成立的就是军营，军队霸了一个这么大的地方，所以他们也都要为他们的司令就起一个官邸。这个后来称为旗杆屋这个建筑物，它的落成是比港督府还要早。这个外围有阳台，窗外有木制百叶帘通风隔热的殖民地建筑，现在已经成为茶具文物馆，是政府山上重要的建筑物之一，是英国驻港三军司令的官邸，亦都被称为旗杆屋，建于1846年。这里的第一代主人是脾气古怪的德纪立少将，他比香港总督更早拥有自己的官邸，他是按照当年英国流行的建筑设计，然后因应炎热多雨的亚热带气候改良而成，咁就演变出香港独特的殖民地建筑风格。因为你香港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殖民地，在19世纪中期里面来讲，香港的交通是非常之不发达，咁所以你实际上会揀返嚟的地方呢，都是一个很小的地方里面去揀。咁你海军当然就揀返一个是适用于你当时船用的地方啦，实际上都是很小的一个军营嚟嘅啫。你揀选地方亦都同你政府的核心管治地方需要很近，因为你当时并不相信本地居民，所以你不想政府和这个军队驻扎的地方距离太大。其实呢，大英帝国在扩张的时候来讲呢，并没有一个蓝图的，亦都没有说在这个殖民地里面我们要怎样去做，在这个殖民地里面哪一个就是总司令，他完全去可以规划一些发展。在政府山上本来还有一个军事建筑和旗杆屋为邻，叫做美利兵房。1982年因应香港中人大厦的建筑工程，兵房被拆卸，不过它没就这样消失，
而是被分拆成为3000多件的建筑物料妥善保存。所以整座建筑可以在2001年在赤柱海旁重新组合翻出来。地下是海事博物馆，其他楼层用作商业用途。Murray House is my favorite. It was called the officer's mess originally, and that was originally the building for the officer class of Hong Kong. It's very, very simple, unpretentious, quite practical form. It addresses a need. It's got a lovely peristyle of columns all the way around. It's a sort of like a Greek temple.建筑物是香港管治者最高权力的代表，它是历代香港总督的官邸和办公的地方，回归之后改名为礼宾府。不过港督府的兴建就一波三折，足足换了3个港督，等了14年，即是1855年，港督宝龄才可以入住，成为它第一代的主人。相比其他英属殖民地的首长府邸，它的规模就小很多，例如加尔各答的总督府建筑费就是香港的11倍。由此可见，香港在当年芸芸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之中的地位是怎样。除了开放的时候，英国人他其实是没有准备去怎样去管治这里的华人，因为他是只在做生意的，所以香港早期的总督呢，他是戴两顶帽的。一方面呢，佢係處理香港嘅政務啦；另一方面呢，佢亦都係英國駐華嘅商務嘅總監，負責呢就係推廣商業嘅一個責任。庄严神圣的圣约翰座堂是按照维多利亚时期哥德式和诺曼式的建筑，1849年落成之后就成为政府山以至全香港的代表性地标，是少数由开埠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原来用途的建筑之一。早期洋人社群里面享有崇高地位的人士都会在这里聚会，英国国教亦都开始在这个殖民地小岛扎根。在英国的发展里面来讲呢，政教合一的日子其實已經是基本上過去了。咁但係你如果話喺整個殖民地裏面建立一個政府，咁你亦都要照顧到你啲英屬僑民精神上嘅健康。咁於是乎，你當然會支持翻呢個教會喺處建立教化華人呢啲事情，完全係教會自己去做嘅，唔係政府特別去支持去做。同聖約翰座堂一戰之遙嘅，仲有一座地位超然的建筑物，原址呢度曾经做过副商务总监庄士敦的官邸，后来法国巴黎外方传道会在呢度起了呢栋大楼作总部，方便前往人口众多的中国进行传教工作。传道会后来将大楼卖了给香港政府，回归之后用作终审法院。香港开埠以来发展得最早最大的法定古迹建筑群，就是这个前中央裁判司署、域多利监狱、前中区警署建筑群，百几年来改建过好多次，但是象征殖民地时期的法律和纪律的意义仍然不倒。孙中山讲过，为什么他会开始在中国推行革命，就是因为他去到香港见到英国人可以在这个华人社会里面管治得这么好，
但當然其實當時香港的管治並不是真的那麼好的，只不過跟中國大陸的情況裡面來講，相對之下來講是管理好那麼多。其實當時那個明顯程度還是有限公司的，早期香港的成立頭十幾年裡面來講，其實三權是不是那麼分立的，當時的官員人數太少，根本上就沒辦法可以做到真正的三權鼎立，連司法機構裡面都不是完全獨立。1841年，威廉坚上尉在这里搭建草棚作为临时办公室，这个在中环荷里活道的建筑群开始发展。威廉坚出任首席裁判司没几耐，就要马上成立临时警队维持治安，还要掌管埋监狱事务。香港开埠初期，港英政府缺乏人才，那阵时连港督都要兼任法官。They're worried that their early possession of the land will form into anarchy. There'll be piracy, robbery, murders on the streets. The whole place is lawless at the first because the sovereignty of the space has been removed from China and given temporarily, at least at that point, to the possession of British government. And I think they're very worried that it becomes a lawless spot and they have to stamp their mark early.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The prison, the magistracy, is one of the first institutional things, if not the first government institution constructed on the island. 香港開埠初期，島上的治安問題嚴重，而海盜的活動就更加猖獗。中國的海盜以愛國為名，專門攻擊滿載鴉片的英國商船。英國人不單止因為生命和財產受到威脅，亦因為暴利所在，決心要將香港成為這些海盜的冒寵。其實咧喺十九世紀中葉咧，亦都有另外一個好出名嘅海盜啊，就叫做徐亞寶。咁啊，徐亞寶咧當時咧佢嗰個力量相當厲害嘅，因為佢有幾乎成支船隊啊，佢手下嘅人數係非常之多嘅。有一日咧，佢就喺呢個赤柱嗰度咧，就係見到有兩個英兵調戲婦女，咁佢咧就係見義勇為啦，結果就打死咗兩個英兵。咁亦都係俾英軍拉咗，咁啊並且咧係將佢判咗監，本來係要將佢咧就係大家出境嘅嚇，咁後屘咧佢又應該係死喺個監獄裏邊。都抱有生不入官门死不入地狱的心态，所以早期的中区华人若果有纠纷，都宁愿去到距离洋人法院一街之遥的文武庙那里解决。文武庙是早年华人特别是商人聚集开会的地方，而有关华人经济民生的大事好多都是在这里仲裁商议的，所以这里对早期香港的发展有很密切的关系。其实英国最初管治香港的时候呢，就他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去管这里的华人呢，其实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因为他们是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出现一个就是一地两个制度的一个这样的情况。而管治这里的华人呢，就用回大清律例，管治呢度嘅英國人咧，就用翻英國嘅法律。另外一個方面咧，佢亦都想安撫呢度啲華人，因為華人咧就唔知道嗰啲英國法律係乜嘢嚟嘅。英國政府係應承地方人士咧，鄉約律例咧係一律唔變。嗱，你哋聽我講。當年文武廟旁邊嘅公所係華人簽約同埋解決商業糾紛嘅場所。通常簽約程序係華商先到公所。在官员见证下拟定交易的条款，之后就到隔离的文武庙，在关帝像前斩鸡头烧王子，合约就会正式生效。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本应依从英国的法律制度，但是开埠初期英国人主张不干预华人的风俗和生活习惯，
大清伦理和英国法制并行。一个本来寂寂无名的小岛，由1841年开始见证了两个国家156年的主权角力。近代中国史的名人黄涛讲过，英国人来之前，香港只是一片弃土，那香港由一个小岛发展成为国际大都会是怎样开始的呢？大概可以由这一条朝向大海、向途经的欧洲商船招手的瀑布开始。